昂阿彪，这个大家有没有玩过？你们会玩吗？这个你们会玩吗？我猜一定有人不知道怎么玩，会吗？对，今天是完整版哈，没那么老。玩塑胶的没有，这个时候纸的啦，哪是塑胶的？这已经是纸的。玩过宝可梦耶，最好是。还有这个鼠牛虎兔呢，十二生肖加上那个剪刀石头布呢。对啊，你没玩过？打翻可以拿十万吗？没有，这个不是这样玩的。他这个是。你要搭配那个洗巴岛啊，你知道吗？它有个洗巴岛啊，然后用这个来去做那个打那个牌，有没有？啊，你可以有多玩法啊，哦、嗯，你可以就是比如说用那洗巴岛啊去骰，然后看单双来去决定要比哪个东西啊，有比花色，还是要比这个剪刀石头布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弱牌也有机会赢。因为你看每个属性不一样啊，有没有？像他这个是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万一你骰到的是剪刀啊，对方石头，那就输了，有没有？芦笋汁哦，金金芦笋汁，还有飞雷口香糖 ，mono momo， 这个以前铅笔盒我也有，有一个这个铅笔盒，这个潜水艇啊，哎、欸、不潜水艇，那个飞哎、欸、叫什么？航空母舰飞弹啊，以前小学都上课跟朋友在玩这个东西，变形铅笔。那这个铅笔的变形到底什么意义，我也不太懂。我嘛是怎样，莫名其妙。飞雷哦，可以改成台语文字字幕，让你看得懂吗？台文。三小邓启，邓启是什么东西啦？邓启，我先看一下好了。哎、欸，有保留哎、欸，还有保留记录哎、欸。公了甜丁，哥背来邓豆邓来大道城。不行，这个真的是。画风，说到廖天丁又要重返为大道城，哎，有了，这样就有了吧。所以我故事接着我之前记录完，应该没问题吧？还是会少什么东西吗？没问题吗？哟哟，我也忘记怎么玩了，吃包了。此功能未开放，踢给他死。咒给他飞，三小。嗯，还有那个堕地啊。挂包，林德啦，朋友啊，要重打吗？又要重打一次了哦，血，完了，一上来要重打一次。阿财，豁出去，钱进来，我家发大财。我是在看鸟无点呢，低头等啊，低头等啊。你今仔日是自投罗网啊？嗯，是哦。土豪猎生王文长，龙威下。别玩，干掉！龙威死，够好死的。别玩，哎，我怎么回避来着啊？龙威系，别玩了！
要骂脏话啦。那回事的，干！哎干！怎么回避？哎呦！吃挂包啦！呵呵呵！笑死！任何戏的，别玩，别玩，干，呵呵呵，别玩，呵呵呵呵呵，那个阿才很可怜哎，哎、欸，别来撞，别来撞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挂包挂包龙威系麦克来啊啦龙威系麦克龙啊啦掉啊掉啊掉啊掉龙威系哎呦掉啊龙威系咋挂包啦哎呦！又来了！哎呦啊！戏后，戏后靠腰，你哪家派啦？不讲武德，骂我戏后，不是啊？我现在不是可以回避吗？按两个键来着。龙威系，王文长，别话惊。龙威系，别话惊。别话惊。龙威系，啊哈！卖来啊！龙威系，卖来啊！卖来啊！哎呦！龙威系，卖个龙啊啦！别话，吃挂包啦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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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威系，别玩，干！别玩，干！龙威系，哦，有了有，看他回避键了。龙威系，龙威系，呵呵，高龙，高龙。我弟弟龙，不要生气啦！不要生气嘛！气噗噗的！别玩！别玩！气噗噗！哎呦，卖来哦！大哥不要啦！哎呀，卖龙卖龙！哎呦！哎呦！哦，要射要射要射！啊！哎呦哎呦哎呦龙威系卖龙卖龙哥不要啊
我紧张了，这次一定行啊！好，手感回复了，各位，手感回复了，他完蛋了。别忘记，干！别忘记，干！龙魂戏。龙魂戏。怎么输？怎么输？怎么输？别玩了！龙魂戏！别玩了！干！别玩了！龙魂戏！哦！要啦！龙魂戏，卖龙啦！龙魂戏，过来！碎呀！别玩了，干！别玩了！很凶欸，这个一直骂脏话。碎啦，龙魂戏，别玩了，干！别玩了，龙魂戏，别玩了，臭肥宅。弄啥啦？高龙，高龙！呵呵，靠！廖天丁一个倒转身子，一记反踢，将袭来的金球呢击回黄金雕像。金球击中雕像胸口，强大的撞击力道引爆后方火药之后呢，金库瞬间成为火海。哎呀，鼎新茶行呢也即将倒闭了。鼎新，哈，晒的是猪公干嘛？可怜。嘿，嘿嘿。哦，但是你从乡民身上抢来的东西，会不会铁罩啊？哼，阿彩。对，还可以往上飞哈。阿才正要开门的时候呢，门先被一步推开了，一道黑影阻立在门头。是你！无路用的卡下。哇，黑衣人。太扯了吧！点心茶、啊。廖天丁，廖天丁，哈哈哈哈，就傻啦，胡子大叔，哦，哇，前后包夹，哦，你走未去啊吧？哦，兄弟们上啊！哪尼？发生什么事啦？等一下，你这不是应该惊叹的时候了吧？阿林，救济路边的乞丐，这是后面后续接续的剧情啊！哎，感谢尹日野，提天丁安安，感谢雪玲耶。兄弟会，猪头常抢走的东西，你把它发还给乡亲吧。哇，廖天丁呢？哈，就厉害，台湾兄弟会。
四，救济一波。哈，这钱都给我吗？那我也送你这个好了。送我什么？死亡的时候掉落的金钱减少。可以洗道具是不是？哦，物归原主了。阿伯嘞，不是有一个阿伯？哈，啊，就是你哦。哇，这个阿伯有点厉害哦。少年，你的叫盖盖小尾巴哦。这个破牌子可能让你大富大贵，也有可能让你死于非命。哦，这么厉害啊！我这我有点忘记他的破牌子是怎样被抢了。为什么今天没有主动开视讯？有啊，刚才不是视讯就有出来了吗？哈，露天师百年历史的铜牌，发大财，盖大楼，盖新市场，哇，免租金，哇，有这样的胸怀，不愧是义贼廖天丁。哎，这是刚才丢烟雾弹那个人吧？清风哦，二十八宿会。大弟子清风，哦，清风是谁？天丁大欸，你有所不知啊，二十八宿会呢是最近崛起的抗日组织哦，听说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人，真的假的？带头的阿彭斯哦，道士是不是？嗯，哎呦，奇门遁甲，他说他们在忠义宫啊。他们的组织在忠义宫那里啦，念朽是不是？朽，周载庄，周载庄该不会是那个福州忠义宫吗？他这边是大道城嘛，啊，过了那个河，福州吗？周载庄，还是泸州那边？哦，城隍庙过夜哦，没问题，没问题。好可惜没有全程语音哦。哦，泸州那里啊，台北北警察署。金库被金库破什么什么什么？八个啦，八个啦！哦、大金林平。署长两斤，为什么会有种两斤的感觉？所长，这个小盗贼你搞不定，你给我认真一点啊！虽然廖天丁跑了，但是意外的破获了大道城的假查案。假查案主谋就是顶新的王文长啊！假查，哎，够了够了，听到这些本岛人的琐碎事哦。我就头就痛啊！本岛人，这时候不是这样称呼吧？怎么秀干呢？啊，总督调我回内地哦，为五年计划做准备。哦，五年计划？高等警察課ですか？高等警察課。哦。爆破要有 BGM 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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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哒哒哒哒哒哒，哎呦，新任署长岛田雄之进，岛田家族，哇，这个岛田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等一下直接用那个？很厉害，注重效率。松本唯一，哦，想调来我们高等科。呀啦啦一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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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小贼都搞不定，这么说你很勇哦。这卤肉饭真好吃，前辈怎么那么久啊？在吃卤肉饭啊！前辈出来了，
高等警察科，每个人都会瞬间移动到别人背后啊。聪明，先輩，先輩，待ってくれ。范刚，我们的机会来了。我已经看到高等警察科的大门了。汇集全国精英的高等警察科，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是那个中华一番特级厨师啊？人家背一个特，你背一个高啊？哟，嘿，嘿，范刚，哼，岛田雄之进，台北州的某处，如何？令牌到手了吗？王文长又搞砸了，被一个叫廖天丁的小贼给抢了，满脑肥肠的蠢货。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对策了。什么对策？说说看。不不不不，什么东西啦？还有黑衣人，秦九，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啊，秦九，啊？来讲天顶打破王文忠的金库，替百姓讨一口气。这个过程中，又搁熟悉二十八宿会的情况，无意中搁去捡到一块古早令牌。另外一方面，北京察署新上任的署长岛田，伊甲廖天顶的未来有甚么款的冲突？同一个时间，两个乌影人当伫咧密谋邪恶的计划，这和天顶搁有甚么款的牵连呢？听歌，咱继续甲看落去。第二回，庆气但又切案。啊，庆气但又切案，火气弹药的切案啊。永乐亭，你昨晚说那些都是真的吗？啊，废话，当然真的啊。哇，我要写到这个公告的册子里面啊，讲古册子。廖天丁随时可以回来哦，回忆之前的关卡，还可以取得之前遗漏的物品哦。哦，好方便哦。江月楼，哦，江月楼是要捶妹妹吗？南无警察大菩萨，三小。那个漏不漏有差吗？小当家那一个台配好看，果然配台配不错啊！我觉得台配挺有料的。给你钱呐、啊？那送我什么？加五铁盾的耐久度。在哪里啊？不是这里啊！又不是台中假庆记，怎么有那么多乞丐啊？陈吉鞋，陈吉鞋是某一个健身行，是不是？顶新阿和伯。用劣质茶当台湾茶来卖，很恶质。跟偷表顶薪，王文长顶薪，笑死！他们那么怕被告，哎，好猛、喔！有人在凑，凑得好啊，凑得很好。江月楼啊，来去江月楼捶妹妹，这个吧。江月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哎！乡民不要脸，三角仔是怎样？跑去做四角仔的奴才啊？四角仔又是啥？三角仔？假赛啦！假赛啦！哎，欺负人啊！啊，日本人是不是？廖天丁。三角跟四角有什么差吗？为什么要欺负你啊？哦，在日本人的店里面工作。嗯。哦，这样子啊。
他要学日本的技术，还可以赚日本的钱。赞哦，赞哦，小小愿望而已。江月楼，这间怎么那么眼熟啊？这间很眼熟哎、欸。这个是之前在那个，不是红楼吧？不是红楼啦，江月楼在哪里啊？不是不是，就是在那个没西门再过去，那个圆环旁边城门口附近那边啊。什么三峡老街，差多了好不好？怎么上去啊？我忘记怎么上去了。梨化街吗？是吗？哦，我上来了。阿乖，阿乖是谁？地瓜。哇哇！阿乖，这是谁啊？江月楼义旦，阿乖是廖天丁的青梅竹马，长大之后被卖到台北做义旦啊。廖天丁时不时就会来找阿乖串门子。对于无父无母廖天丁来讲呢，阿乖是他唯一的亲人。哦，正哦。哼，明明昨天就回来大道城，哈哈哈哈哈哈，被抓包，哈哈哈哈哈。明明昨天就来台北，名侦探阿乖。台中卖牙饼，哦，啊，原来是当弟弟看待，哇，看来是没机会啦，人家把他当弟弟看啊，再存三个月钱就可以赎身了，哦，哦，做贼只能做义贼。哇，这个阿乖也是，阿乖虽然不会武功，但也是跟廖天丁一样热心公益啊。嗯，什么东西？城隍庙求来的，不会是那个吧？哇，古山警部来找你了，完蛋，完了，完了。香火袋 NTR， 哼 ，NTR， 这个是一次只能带个东西，是不是？保佑平安，是吗？好像是哎、欸，香火袋，我刚才买那么多，所以其实也只能带一个啊。多个人吗？我是没看到啦。收集品，这个有吗？哎、欸，好像有哎、欸。哦，总共15%。哦，那五哦，位数，台北市的市章。大道城豪宅江山楼有啊，这边有写啊，江山楼。他说大道城著名的饭店啊，哦，江山楼四大酒家，弹珠汽水，哦，苏澳设置工厂，原来如此。好喝啊，弹珠汽水。不回去吗？你说回去干那个地方啊？不会被抓吗？突然好想喝哦。对啊。哎、欸，走了是不是？
没有啦，他还没来啦。就迪化街那一间嘛，是不是？事后都还没进去，哪里事后？不要乱讲话、啊。我们要去哪里啊？林老板，我看一下地图，应该有写吧？我们现在先回城隍庙，是不是？看腿上有没有阵子，有个哭哎，聊天室哦，真的糟，真有个糟糕，有了，哎，他带我去周仔庄啦，多谢啊。那边民风剽悍啊，泸州嘛，三泸地带是不是？周子庄在淡水河对面，淡水河对面，所以也不是呢。淡水河对面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三泸嘛，没错啊，没错啊。吼，淡水河对面没有八里啦，他就说淡水河对面没。周仔庄，给你钱。不是巴黎，不是巴黎，三鲁啦。哦，开城门的是北门，开杂货店那个阿伯。哦，阿伯里的禁止入立入禁止。廖天丁同伙同怎样？板桥张富劫抢劫茶商哦，警方围捕廖天丁，持菜刀拒捕，误伤同伙张富，独自逃脱，然后还带了大道城的歌妓阿乖哦，到台中厅藏匿。廖天丁，真叫我阿乖啊！廖天丁其实就是算罪犯啊，啊本来就是算罪犯啊，啊就桥下说书人呢、欸，啊加油天助啊就变成就是义贼廖天丁，啊不是就是这样吗？对吧、啊？就是有一些传奇化了嘛。其实没那么多故事，就是强盗杀人犯，蛮安内嘛，人家正在玩最凶喽啊。义贼廖天丁，你这样讲一讲，突然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就是跟杀人犯没两样。你看，最后面那个，那个顶新老板，被我们害死了。罗兰，阿牛哥，他的手腕很可怕，谁啊？哼哼，记得抬头看看空中的小鸟。地狱新娘很神秘哦。阿牛应该很不爽。来回三趟啊。淡水河你以为很窄是不是？淡水河口过去那也是好几百公尺哎。我真的没急啦，不能再拖了啊！啊，保证大人，保证的话就是，有点类似像廖北亚那种概念啊，也不算廖北亚啦，就是他们当时那种保证的一种机制，你知道吗？不是警察，类似也不是算里长呢、欸，这个也不算里长，这不算里长。我觉得，因为他那个跟里长还是有差，因为他是比较像管这个区域的一种安全的巡查嘛，就是这个巡查就是让你们自己人抓自己人啊，等于是有点像是那种廖北亚的感觉，当地负责人，然后那时候有那种连坐法嘛，所以就是像线人啦、啊，民警嘛，
现代好像没有什么替代的说法，对吧？纠察队员吗？讲廖北亚感觉比较贴切啦，我就觉得保证哦、喔，清朝那时候就有了，对啊，地头蛇，没法度啦，没法度啦。然后那时候保证有些都是那种渐渐的五谷坑，真正无钱啦。哦，把牛卖一卖就有钱啦，卖牛活不下去啦。哎呦，这个李红啊，拍谁拍谁？哎，走路不看路啊，拍谁啦哈？这给十块，给他五块啊！拿你的钱来帮你缴。举手之劳，那也不是我的钱。忠义公哦，多谢。这招你也玩过，那你被抓了吗？敌人掉落加10%稀有的东西的几率。这在干嘛？这在干嘛？玩天九牌是不是？忠义工，哇，这个工作的真的不错啊，挺有 feeling 的。赌博 bet， 五福王爷，虎爷哦。忠义工是什么？是关公庙吗？是拜什么的、啊？黑脸，拜黑脸的，那是城隍吗？也不是城隍庙吧？这是在干嘛？哦，他在那个米嘛，在米上画那个字，是不是？啊，一张30钱，五府王爷啊、哦，王爷庙，哇，卖赎罪券。对啊，为什么我马上想到是卖赎罪券？没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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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新耐票干得漂亮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啊，我看到我就有阴影啊。那个香灰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那一次肠胃炎，吃那香灰吃到人差点走掉，啊、哦，真的是上吐下泻也没有停过了。看那香灰看到我就怕。所以我超级讨厌那种点香的味道，我吃过啊，就之前没办法啊，阿嬷的灵药啊，啊人家看那个就说啊，这个煞到了啦，吃点香灰就好，不吃还好，那一吃我真的整个人差点走掉，我没跟你开玩笑了。大海贼，黑水沟上的大海贼，专门抢劫来往清国跟日本、台湾之间的商船，哇！清国皇帝多次派兵都无法将他收服，镇海威武王，还有他的老婆是不是吕瑶仙？真的假的啦？有这么厉害啊？然后呢，最著名的事迹是他隔着船舱开枪，哦，击毙水军提督啊，直接打他的咽喉。啊，有没有那么厉害啊？有一次海战之中呢，吕瑶仙不幸战死哦，所以这个蔡牵十分伤心啊，召集了数百名工匠，为他盖了一座地下陵墓。哦，啊，然后盖哪里？盖在台湾吗？还把所有去盖坟墓的人活埋，那不秦始皇啊？秦始皇是不是？可是其实。他们那时候讲说，秦始皇盖完坟墓，也不是说真的把那些工匠给活埋啊。哦，事实上那个算是有点以讹传讹，不是吗？那算以讹传讹吧，因为那个时候秦朝不是秦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快灭亡？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兵都派去
要么防北方的匈奴，要么防那个什么西方的有的没的，南方的有的没的，对吧？所以他们就没什么兵力嘛。所以当时开始有内乱的时候，就被那个怎么讲，被人家直接捅老巢啊。然后那些帮忙盖那个坟墓的，也被抓来当那个兵啊。啊，那种兵你想想看，人家就是要么就是犯罪的，要不然就是比较瘦弱无力的嘛。这种兵怎么跟人家打？项羽是机器人怎么输？公三小。六叔公出事了啊！对啊，有人跑去南方移民了。蔡牵妈是真的历史有记载，真的假的？啊？抗日分子苏立，不是啊？你这样打不就直接被人家抄了吗？跟宪兵打起来，半路遇上宪兵队打起来了。哇，今晚的行动看来是不能进行的，真的假的？偷偷造密道啊，哼！哇，阿鹏是要亲自出马。哦，廖天丁的故事是不是？对啊，大爷都几岁了，半只脚都踏在坟墓里面了，他就说他想要去抢那个啦。抢那个军火用在五年计划上面，可是刚才那个日本的那个警部高级警察不是也有讲说五年计划这个吗？军火放在北警署的地下军火库哦，今晚就是最后下手的机会。哇，北警署，哪来的小屁孩口气这么大？蔡娶一妻婆美艳，据说是台湾云林人。林系腰或姓吕哦，人称蔡牵妈。项羽机器人是 FGO 的梗哦，改名了是不是？不问题。FGO 各种被改名了。你被打成这样子，你还跟我讲牵累大家？你才牵累大家吧！我可是聊天丁呢哈！你在讲啥会？有没有搞错？阿伯啊，卖卵呐！狂战士！哈哈！哎，杨丁，杨丁呢？中啥了？师傅，好师傅哦，拍谁了？我刚以为说那个穿那个内裤带的，他说他招我干嘛？原来是师傅。我想说，哇，好大的口气啊！被路人说聊天地了，哎，这是谁啊？谁那么凶？台北有这种地方？我一直不爱和你落山，你敢知影原因？我唔知呢。你讲我不给耳无头，出来走跳，干那让你落亏尔啦。哦，升官使节啦！你讲足侪摆啊！你讲足侪摆啊！既然你拢知，为什么搁伫大乱说？时间急袂来，我就是无聊死啊啦！我袂讲，我袂讲。哈哈。躲山上死劫还是会来，观音山那边很阴哦。象山怎么可能象山？不是，这里是过了淡水河，那怎么还可能是象山？不可能吧？象山在哪里？不是在北吗？啊，反正我对台北也没有很熟。象山在五股哦。这个是刚才说他这边讲五股，那就观音山那边啊。观音山吧，还是好吧？那我可能不太清楚，你们比较清楚。我只知道过了淡水河，观音山较可能。观音山泰山嘛，
魔神在很多 Upper KRPG 象山不是在北边吗？树又长如泰山，轻如鸿毛。轻如鸿毛。对啊，这信义区啊，101那个位置吧，北面嘛。啊，观音山，观音的话在西南嘛，台北西南面。多谢。这个师傅是怎样？他还是让他这边软软舌。那是我恨你不长进，谁给你俩登去山顶闭关？是。验收上次那四招留影拳。哎、欸，哼，你认为师父指胡的是吧？动作无可惜。哎，是安怎练的啊你？廖天丁熟练的使出留影拳，只见那个拳脚逐渐的逼近真国音，但真国音呢却老神在在啊，嘴里面细数着廖天丁的切丝。我靠！就在那一记飞腿即将要击中了曾国英的门面时，刹那间刹时间呢，轻盈闪动，曾国英的身影一分为二啊，竟然幻化出两个曾国英，分别为廖天的左右，引分身之术啊，二，哈哈，三小，哈哈，两个曾国英合力使出留影拳。居然找帮手，你看我哪只眼睛找帮手？这叫做神无影，是本门绝学。哇，神无影啊！神无影，受到攻击之前瞬间按 RB， 利用元神幻化出自我的分身哦。哇靠，这什么鬼东西啊！什么时候廖天丁也学会这种口胡技巧？不可老下，我为的公告家。等一下，突然跳起来，然后弄个如来神掌，我都不觉得意外。然后什么十重天，我知啊。然后打一打，然后旁边一直啪啪啪啪棒，然后就大喊一声口古月，有没有？还有师母，嗯，观音山对啊，看观音山嘛，紫气冲天，敢会甲一颗臭小鸡的劫数有关系呢？台北要出事，杜雷杰师傅在修仙嘛，合理啊。你们不知道吗？口古月啊。港漫梗，反正什么，你只要看到什么《天子传奇》系列的都有这种东西，什么石虫啊，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什么雕虫小技再来，然后他就说什么十二虫啊，明明就最高十虫啊，打到十二重天，我怎么觉得说奇怪，那都给你口胡就好了。就莫名其妙，每个人招式都自己这边讲，你知道吗？打一打还不够、哦，他每次出招的时候都要回忆那个他当初学的招，然后这招是怎么用怎么用，说什么相传在什么朝代的时候，哦、然后什么坑杀数万人、数千人，然后吸对方的什么骨啊，定将你轰杀，有没有？然后讲完用两招，主角被打伤之后，突然主角就。那个悟出了某个道理啊，顿悟，然后每个人都最后是我说了算，他就然后他就讲说，你这个招式里面缺乏的就是什么东西啊，他就说什么，反正就是讲什么龙脉啦，佛之真气啦，天子的这个什么什么命定啊，啊就莫名其妙就这个什么十重天、十二重天就被对方打爆了。每个都莫名其妙，没有他不是修仙，天子传奇不是修仙啊，不然就是拿到一把武器嘛，那武器有那个什么项羽的灵魂啊，然后突然那个人就性情大变，变成项羽这样子，
就莫名其妙，各种嗑药，作文比赛啊，你有机会看啊《天子传奇》，但是我跟你讲，真的蛮好看的啊，嗯。蛇叔想必一定是《天子传奇》的传人，嗯，一定是每一集都有在看，对不对？港漫超无理的，多谢。港漫很好看啊，我觉得《天子传奇》算真的蛮好看的。快被打死的时候，喝死的胚胎，公三小，十二成功力，《天子传奇四》好看，好看，真的好看。后面那个也很瞎，后面很瞎。然后之前有一部漫画，它就是模仿《天子传奇》啊。那个铁拳无敌孙中山啊，那就是模仿《天子传奇》做。哎，还是他其实是《天子传奇》啊，我有点忘了，是不是《天子传奇》啊？铁拳无敌孙中山是？哎，他是《天子传奇》的，还是他不是《天子传奇》？因为画的实在太好了，我都有点搞混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恶搞梗吧，我记得。这什么东西？就是，南拳北腿嘛。哎呀，哦，这个真的是是不是？他就是《天子传奇》的最后面嘛，他就是清朝，然后民国要准备建立的时候，里面就有孙中山。那孙中山不是孙中山本人啊，是假扮的这样。然后他就使用他的铁拳无敌，哈哈哈哈，也是乱七八糟，哈哈哈哈，反正也是乱七八糟，就莫名其妙啊，嗯，阿龙斯，哇，这阿龙斯这个铁锤一敲下去，哎，等一下，这个王文长感觉。感觉人缘不好哦。日本短刀，这神无影可以用哦，也是只能用一次。快速击破对方的霸体。哦，可以这样装备啊。OK。哼，三心法三民主义。嗯，要去北警署啊。来吧，给你钱。红线帝王袁世凯，廖天丁真的有此人吗？有啊有啊，真的有廖天丁这个人啊。但你说他是不是义贼？应该不是啦。哇，阿水。感谢，谢谢。十三个月了，皮皮，我觉得我好空虚寂寞，觉得冷，觉得冷，那你不要投入我的怀抱。廖天丁后代，你国文同学，今天 gay 啦，人家没结婚，他有结婚吗？他没结婚吧？后代，嘿嘿，就安呢，够安呢，就安呢，够安呢。我记得他还没有生小孩啊，都没后代吧？还是亲戚，亲戚有可能吧。对啊，他二十六岁就被弄死了。把不战，等下，阿林，同名吧。我都啊，那就渲染嘛，有时候就是桥下说书人啊。对不对？这很正常啊。说书人加油添醋啊！啊，你那个故事不加油添醋怎么好看？对不对？对吧？合理吧？热情，你要带很多，这样子吗？你还在欺负人？怕你
看你外高，比你较高啦。哎呦，等一下，这个不是铁匠大叔吗？丢钱哦！哎呦！啊！哇！啊！看你外高！为什么血条是小朋友骑圈圈的风格？还行吧。起来把他给杀掉吗？确定吗？廖天丁没有吧？主要是因为当年，对啊，我觉得是因为抗日背景的关系吧，抗日的时候的那个背景的关系，所以才加油天数一大堆有的没的。你给我来！看你外高！看你外高！看你活到！看你活到！在路上拿斧头砍人呐！在路上拿斧头砍人哎！我靠！一言不合就砍人，乱七八糟。哎，哎靠，没吃到、啊。那个阿贝，刀贝、啊。那时候乱是不是？没有，那时候还好吧。哎，为什么上不去啊？刷一下好了。我刚才已经换令牌了，当时很乱，正常啊。那个时候不是岸边有沉船，就会各种打劫啊，合理啊。还是要按 Y， 会不会是按 Y 啊？台湾鬼岛啊，好像可以按它嘞，但是不知道按哪个键，还是现在还没有缺什么道具之类的吧。L1 吗？哦、Let me try it. Let me try it. 我的脚啊，不给啊！这样可以过去吗？哎、欸，哎呦，面红耳赤！哎、欸，你是谁啊？为什么有个红衣的？台北警察署，那个红衣北亚是啥？工作细胞还是昂姑？昂姑是男生欸，不是女生。关于日治时期的订阅之歌吗？半年了，老大可以来一首日治时期的订阅之歌吗？不要那么强人所难嘛，难上加难。感谢高文，谢谢订阅。哎呦，里面有狗啦！哇，在后门都被感应到。感谢高文呢、啊，高文，感谢你。打日俄战争？没有啦，那个毕竟这个就是这样啊。当时有很多这个权势啊，有权势的人。被动到了利益嘛，然后再就是说你那个政策改变，大家一定会不服啊，啊不服，多多少少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发生嘛。報告します。何况那个时候，就即便是清朝也没有
完全统治台湾的全境嘛，对不对？宪兵松本，对吧？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日本统治，他也才统治初期没多久吧，几十年，对不对？嗯，连警署都敢偷袭，为什么他会知道？是不是有内鬼？啊？完了！哇，这个是怎样啊？为什么感觉看起来这游戏突然变魂斗罗？这个魂斗罗会出现的怪吧？那画风不太一样哎。背后还背两把枪，不要以为不知道哎，错捧了，错捧了，错捧了。没有内鬼，中出了内鬼，我要去北门啊！三井物业啊，那个该不会是台北火车站火字底下吧？北警署，北警署在到底在哪个位置啊？应该也是在西门町附近是吗？永乐市场。我们看台北火车站火字底下，各位，等一下我们就在那边办粉丝见面会啊，不见不散。火字底下，我买那么多收集品，到底有没有用啊？买一大堆那个 miso， 一堆味素啊。还有身份证哦，米手不对吧？米手不是味增吗？味素，这什么东西啊？磨齿，齿磨是什么？齿磨是干嘛的？啊？牙膏哦，啊，牙膏干嘛要抽烟？马公鹅卵鼻寿山台北北门那个念阿基诺斯阿基诺索是不是阿九哎呦免钱哦这么爽山谷多谢，多谢，大家台语讲袂歹哦。山谷先生，他是日本的。嗯？台语字典不见了。哦，弗浪杠，弗浪杠什么意思？完了。嗨呀嗨呀，我把阿木的奖状弄丢怎么办？嗯、表框的奖状。弗浪杠。阿嬤，你怎么戴墨镜啊？将的兄弟，一站就是母的念，那个聊天顶的传奇。突然唱起来了。伊的古代，你若心急无看，就会知。古早若无啊看。阿嬤在說三小啦，不要那么多
不要那么多奇怪的罪词哦。你至少有六句歌词都跟故事没关系哦。阿爸是即兴作词是不是？咱本身迄个名世才是了天地。讲孤囝爸母有脚挺生啦，膝头唔坐是大病。不会，我觉得蛮好听的啊。就真牛，拢真爱狗，因爹叫做廖阿狗啦。廖阿狗怎么好像抓狗的？台中迄个牛马头，日本来之呀。哦，因为台中清水啊、哦，啊。所以鲁阿桃就是清水啦。原来如此，感谢半词。清水剑。啊，这聊天顶啊，本来就是非常的好动，不好。阿妈突然好起来了。人人呼伊是哪主公，做伊心肝内伫咧希望啊，吼、哦，想要去外口安尼走走拍拍就对啦。哎，迄时海线未开通，也未开通海外线，就去圣兴拆车单，家己一个唔少搬，站过小路是搬过山。以前那个电台不都这样的吗？我以前小时候听的电台就有听到这种电台。叫做站南门，十六分车站。火车啊，一个大约啊，一六块银。一块钱可以从台中搭到台北。不然蛮好玩的、啊，我觉得这个蛮好听的、啊。这里他唱的是阿嬷那个动画，还会跟着唱，超好笑的。那时候一块钱跟一千块差不多，有应该是哦。迄个将军了，我等哪有钱，我就要紧来人了啦。风云连绵搁着过了，我担架强强，我挡袂住。所以阿嬤到底是要讲廖天丁的故事，还是要讲他自己的故事？到底是要讲廖天丁的故事，还是讲自己的故事？阿嬤，麦阿内哦，你到底要讲谁的故事啦？我突然偷渡哎，我讲自己的故事不好吧？靠哟，啊不知道唱廖天丁。啊，无通嫁予因囝儿啦，一只啦苦完苦啊，真无趣味。要等这个时机，等到当时哦，时机未等来到当时。快笑死了！心肝在怨叹我，阿爸这个等到当时。你要等到当时，我才可以听到天丁的故事啦。哎、欸，拿到道具嘞、欸！
拿道具了，笑死！提牙红酸，我刚拿到什么东西啊？拿到一个，是这个吗？台湾义贼新歌廖天丁。阿爸在那边搞哎、欸，阿爸各种搞，真的很好笑。看这个阿爸很好笑哎、欸，下水道帮阿九找资源，先解支线任务是不是？阿爸有第二集吗？可能要推进度吧。下水道在港口是不是？哇，这钱要算呢，那乞丐一大堆。阿嬤本人会开黄腔哦，感觉得出来。阿龙斯。那怎么进去啊？刚进不去啦、啊。欸？不行啊，这样我进不去呢。什么惊醒？什么状态？用回忆啊！感觉像是会弹下鸡鸡的，你又知道了，不要乱说话。庄老板，讲古。下水道，可以结束回忆啊！挂包了。重点是他那东西在哪里啊？哎呦！哎呦！林家车头。我靠腰，我到底在干嘛？啊，有了有了有了！这武器也太强了吧！不试一下影分身吗？好啊，我们来试试看啊。Lucky 啦！感谢亨利，感谢亨利，谢谢你。不用来的。
前台湾人体能都很好啊，现在台湾人没办法了。你看以前有多好，上山下海，我开玩笑。叫什么弄？想起来，想起来了，是这个吗？不是哎、欸。不是这个啊。挂包挂起来。来ないのか？开了开了开了。乱念，我怎么知道他就这样发音哦？我哪知？喂，不要关门啦！杀人啊！哎呦！画叉代表已经有去过，那我现在是要找的那个，找的那本书会在什么地方才找得到啊？到处找才找，看看。OK。哎、欸，没成功。到底这个下水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啊？这日治时代就有这种奇怪的化学液体。掉去里面泡一个月，变那个小丑我都觉得奇怪了，变纠葛。变忍者龟，变摩登大圣，没有啊，摩登大圣又不是那个一体的关系。他是有一个面具好吗？你不要有不知道啊！摩登大圣欸，你是没看过，是不是有点强？哦，破了破了破了！对啊，摩登大圣他是面具呢。台湾的茶叶，女的变毒藤女，好大来呀！老大 Tilda 三个月啦，2021剩两个月了 ，Tilda 皮皮继续陪我们嗨。OK 的，希望明天也可以继续跟你们一起嗨啊！哎呀！啊！
个还没剪，对不对？你看他现在这个便没有剪了。有吗？哎，挂包！不要挂包啊！顶新的黑心茶、哦，有可能哦。地沟油嘛。劣质油啦。夸你哇！北斗漏勘犬，天丁跨包腿。挂包传奇，哦，爽啊！哦哦，上面该不会有道具吧？好像没有。啊！明天晚上去国军昂赖了，能不能助我不要遇到大头兵吗？不是啊，进去都是大头兵啊，都进去都是大头兵啊。我觉得也不要说不要遇到，反正本来就是去体验。与不同的人相处嘛，对不对？当兵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好不好遇到的，反正都是会遇到的，遇到了再说嘛，对不对？就没关系。这个捡过了。对啊，四个月很快啦。不会这里有 boss 吧？哎呦！哎呀呀呀！啊！我靠！又是你！哎呦，危险哦！不能翻滚闪避。哎呦！呼里呀！舒服吗？就问你舒不舒服？底下有没有路啊？没路啊！哎呦，又是绿水！这边有条路哎、欸，过不去。What？左上有东西，哪边左上有东西？你说上面这个吗？下面，绿水的左上。
啊？哦，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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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哦，碎啦！碎啦！就是这样，人瞎了。哦，开了，开了，开了。哇，你们眼神很好呢。这招太强了吧！我都忘记有这招的存在嘞。这招很强哎，可是我还是没找到他的笔记本啊。我靠！一拳超人！你怎么还活着？我靠！三小，盖了什么东西啊？盖了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连普通攻击？左上啊，真的假的？错过了。哇！你们怎么知道那边有路啊？很不自然的黑影哦，哎呦，抓狗哎呢！这边乱丢石头，真的有够北西的。没路了吗？好像不能走太快，不然会错过很多那种隐藏的道路。啊，如果没看到就糟糕了。金钱镖，看懂台语字幕吗？
真的要认真看也是看得懂啦，也不是看不懂。残影，残影拳，这边有东西吗？很多字都不常用啊，那没办法、啊。哎、欸，哦，哦，哦，被我意外发现哦。怎么都不是啊！完蛋了！哇啊啊！完蛋了！完蛋了！哎，这边没来过，是哦。哎呦！他有扣那么多钱哦！偷窃到长棍，好像还不错哦。来了来了，哎呦！不好啦！Shotgun, heavy machine gun， 怎么样？打完？我就不相信，你那棍子比得过我这个东西啊！
Rocket Launcher， 哈哈，靠腰，还真的有那么一点贴切，哈哈 ，Rocket Launcher， 三小 Rocket Launcher， 是挺贴切的啦。龙武戏，怎么还在打一次啊？龙武戏。别忘记，别忘记，别忘记，这不行。靠，我还丢 bug 怎样？啊，重点是我的字典咧，外字典咧，梦一场，哭啊！我的字典里面有字典。玄铁匕首，泰鲁格刀200块。哇呵，哇呵，叶老板，先破主线吧，不管了啦。吃肉，假吧假吧假吧，没戏呢。睡着了，北京鼠。哎呦！いただきました。五年计划。ほら、よか。还偷吃蛙贵。はい。背后那个谁啊？哟，咕吱咕吱すんな、ボケ。三小。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中村少佐。ひゅひゅ。ふ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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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情是怎样？九九，东西没捡到哎、欸，
是时期充满了谜团啊。伊藤润二不是啊，那哪是伊藤润二的画风？伊藤润二不是那样画，他那个经常有那种梗啊，不是有一个那个眼睛瞪很大那个吗？他那个就是那个漂流教室那个画风，那个不是伊藤润二的画风。漂流教室啊，图诶、欸、图什么一雄啊？没图一雄。哦。时间。不会这边有密道吧？哇，日治时期就有这种东西，有点厉害哦。本技的非常稀少，压缩机，这也太大了吧！台北市地下都是这种东西吗？台北地下室这么可怕、啊。你不知道地下街原本就是放着的哦。哦，地下街哦，原来如此哦。哎呦，怎么换你被狗头砸给砸到了。台北地下街原来就是这样。这也太危险了吧！台北地下街还有这种狗头砸、啊，很危险，大家请小心啊！你以为那个铁卷门是铁卷门吗？那个铁卷门其实原本就是用来设计砸那个廖天丁的、啊。下次要小心，那就好，那就好，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那当然，那肯定，你能够知道就太好了。哎呦，会电人哦。哦？怎么上去啊？
你每次去地下街，钱包都没有生命迹象，原来是这样子。那当然啊，都跟你说了要小心。会被榨干，有血。哎呦，哦呦，步枪兵，怎么凶？吃一个挂包。太多了吧，差点死掉。这什么东西？生呐！哇哎呦！哇！当时1909年日本就有这种东西啦。有靠一下。杠哦，你卡犀利哦！哎呦，日本制的火箭炮非常稀少。杀人啦、啊！拿斧头砍人就不杀人吗？聊天室。这把步枪是什么步枪啊？384。你确定384吗？这时候不是日俄战争都还没开打，开打了吗？还没吧？还是已经打了？什么 T91已经太接近，打了吗？已经打了。哦，打了啦。打了几年了啦？打完了。哦。什么鬼东西？这边又有一个穴，上面应该是密道哦。Yes!
加五加五种。天丁这个身法真的有点厉害，有料。还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日本警察局下面有这种东西，我也是蛮讶异的。上不去了。真实故事也很惨，是吗？邓碧，哎呦，配合抓地力更强的鞋子，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在高山部落与原住民爬山比赛，研究那家功法，酷哦，什么鬼东西啊？真的变洛克人了，乱七八糟，不要紧啦。这就是聊天钉啦，各位，可以回去了。瞪起来，瞪起来！这是什么油？是不是？还有油、哦？啊！哎呦，薄啊！哎哎哎哎哎！不是啊，墙壁上涂油是怎么回事啊？是那么变态的吗？哎呦！卑鄙的外乡人，还有新技能哦！啊，你怎么不早点教我啊？现在教会不会太迟？完了，哎，可以可以可以 ，nice， 差一点，什么东西啦？靠腰哦，要死掉了，不要闹啊。
密道。厉害哦，那肯定的啊，各位。我什么时候不厉害啦？哇！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那又是什么玩意儿？密道，哇，袂好啊，不要紧啦。难怪当初俄罗斯会打输日本，那也不是一个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死ね！死ね！開心嗎？死ね！日本有火箭筒，可是美國有核彈，沒辦法，一物克一物。核弹比较强。哎呦，哎呦，我有盾牌啊，舒服啊！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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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一下就吃子弹，太过分了一点。左边有密道，哪里？你们怎么都看得到密道啊？聊天室，你们是？看你们是鬼眼欸，好扯哦。啊、真的哎、欸！因为你们是鬼子眼吗？马子眼是什么东西？差距。这什么智障关卡啦？下去啦。哎呦，不对不对，原来智障的是我。舒服啦，玉碎，那什么东西？
易碎大喝彩啊！炮台后面有路，你怎么又看到了？The pin。无视敌人偷窃，必得短棍。进，这个进，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看起来是要打王的节奏了吗？好像不是。是吗？好像是哦。上面有洞。你们眼睛真的超厉耶！请问这是什么蛙哥？这是什么蛙哥 ？Hello！ 忍耐任务，还好啦，我没有忍很久啊，稍微忍一下子而已。Oh fuck！开哦！地台火炮上面有密道，你们怎么开那么多密道啊？你专心打架，我帮你们看。哎，碎哦，那好哦，这里吗？哪边有密道？请问你们是鬼吧？密道之鬼吗？哦，原来从这边来的。哎呦哎呦，差一点哦。
Yes， 密道住久了就熟了，不是谁会住在密道里面？谁会住这种地方？你跟我讲，还是因为台北市房价高啊？租啊，你们租房都住这种地方，是这样吗？底下有洞。洞就要钻，哇，双响炮，浮夸了吧，浮夸了吧。浮夸了吧，浮夸了吧。分身之术，浮夸了，浮夸了，果然又是一个奇怪的密道。影分身加丢石头是不是很强？超强吧，我觉得。那个石头丢不完，伤害应该很高。搬枪了，搬枪了！哇，舔包，太爽了吧！啊，不让我喝个水。傻笑，终于来了吗？这个头身是不是有点奇怪？宪兵团的中村，这家伙力大无穷，杀人无数，耗尽人间凶器啊。圆山动物园，怎么有大猩猩？中村道明，哦。耍什么帅啦？
子！我操！那是什么东西？好美啊！我靠腰！喷钱了，弱爱，弱すぎる。喷钱了，喷钱了，我已经会打他了，各位。来不及跳啦！我又哇斯鬼子，来不及跳了，看到了，我看到了，跟不上。再次。笑什么笑？啊、靠腰嘞，太扯！啊！来不及了！看我真的跳不起来！我决定我要换一个招式对付他。麻辣了！我要死掉了！是人不贪枉少年啊。哎呦！
哎呦，危险哦！嘿，阿干，逃不掉啊！哥，就差一滴了。嘿，踹死！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差点翻车。没事，没事，没事。搬家喽！廖天丁，廖天丁，你给我站住！胡子大叔，这边开枪会爆炸、啊。有杀气！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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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廖天丁在千钧一发之际使出神无影啊！哇！没想到台湾也有这样的身手。有气，将军，我一定判你有罪。枪口には必要ない。わかったか。我们高警不需要你这样废物。人家奉公守法不好吗？耶、yeah! ！我靠，这个一定会被抄吧？不是啊，你庙里面放那么多子弹武器，怎么可能不被抄？太扯了吧！天丁打八好玩的，什么叫八好玩的？你不要开玩笑呢。我被他八十几次，多谢，多谢，多谢，三八啦。衣服后面破好大的洞，左边呢？哦呦，我真的被捅到、啊。来讲新上任的警察署长岛田，是日本国一立一的高手。不过伊嘛抓袂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廖天丁，但这声民主下了了，岛田敢会像安尼放天顶耍？啊，控制组织二十八宿会，啊，有一部又搁有啥款行动？搁有就是古早令牌，这是关系到妖灵宝藏的秘密，含廖天丁的运命，会搁有啥物款的牵连嘞？听歌，咱继续甲看落去。第三回飞天交叉，飞天交叉。哪吒、啊，三道令牌，落来，大家都叫我天丁大，带些长布回来，是不是？啊，军火这样子放在地上，那没差，没问题。你们都偷了，阿四有在怕、喔。现在怎么突然害怕了？不是，你把它放在庙这边，神明在看，你都没在怕了。是有在插这东西吗？神明帮忙住。哎呦，哼，苏丽。这个人真的很凶哎、欸，他居然说我是廖北啊！哦，你还敢这样讲？像是廖北啊，还不知道嘞。给关公一把是不是？神明帮你站枪哨，对神明不敬哦。
过一下香火会比较准吗？这玩意比关刀还好用。哎呦，刀是升级了。下一把多少钱？古董兵器，500多块。哼，你的刀开过光了。你的枪开过光，可是我听说之前那个清朝的时候啊，那时候不是有很多那种义和团吗？对不对？他们那时候就真的会发放那些符咒啊、赎水啊。喂喂，啊，怎么突然被抓了？然后他就是。让你弄了之后刀枪不，或者说就是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当时有这个习俗在里面，而且就 special 呀。所以我想说，他们应该其实还是有在拿枪吧。我感觉啦，应该还是有拿枪，然后枪上面都要贴那个符咒啦，那个命中率才会比较高啊。怎么样？好像不是这里耶，那个阿伯在另外一边吧？贴卷轴，普渡啊！哎，字典。哇，好爽啊！哎，为什么我拿到奖状？哦，它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啦，收集品啦，有没有？南屋警察菩萨，双六，大台北鸟瞰图。我那时候台北市才这样一点点，你看。过了那个什么台北桥啊，都没什么东西耶、欸。那时候，扯，大假冒，大假冒，台湾出口的产业之一啊。大假冒容易发霉，后来用什么草帽那些东西，零头草帽。目前大假跟院里还有一些地方少量在生产的东西，真的假的？好想要一顶大假帽、啊！就是那个国中历史课本，台湾民主国所发行的邮票，独虎票。辱华了，辱华了。火柴盒，路。台湾民主国，他们应该不知道，知道的人比较少吧。毕竟他们那时候，他们读应该不会读到关于台湾民主国的东西了。只有台湾去读那个台湾的历史课本才有那个吧，对不对？一堆人在排天堂 W， 不是应该排不进去吧？通常这样讲，要排蛮久的。还有不同的款式的呢。台北市鸟瞰图，台北市大观，五家啤酒，酒标啤酒，为什么这个啤？它是加啤酒是不是？药酒，台湾总督府专卖，银票，台湾阿片特许问题，渐进阿片。这个是有够靠腰的，不过呢，也有极少数文人为了几百块的稿费去撰文替日本政府说话，甚至提出阿片有益的言论。
是不是偷鞭尸啊？几百块很多啊，当时急急。啊，对啊，这个警察局我就记得好像是有那个啊，对不对？你看，他说后来改为台北市警察局的刑警总队啊，有没有？还曾经关押过蒋渭水，真的假的、啊？可是现在还有吗？我这还真有印象哎，但是是不是在那个在哪里呀、啊？可是感觉他的外观也没有长这个样子啊，但是他那个转角处其实很眼熟，还在是不是？上面是不是有加盖啊？下拉我下拉不了啊，用滑鼠下拉呢。哦，现在已经装修成台湾新文化运动馆，之前还当大同分局嘛。我之前就有路过，就感觉是有那个经过的样子，一直很明显。筷子枪，我也会做啊。30,000多人在排队哦，排到吐血，算了吧。奖惩罚的奖状，台湾民主国随着大总统逃亡而溃散。强盗四起，当时确实是有人，就是开城门让那个日军进来啊，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就是趁火打劫，你知道吗？就跟那个什么讲，前阵子不是美国吗？他们是有那个黑命贵事件，然后当时他也是有一些人那边趁乱打劫。趁乱打劫也是不少。中信箭牌口香糖米酒，哇，这个好多东西，没办法、啊，就是有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跑去搞这种东西。你好意思说你大侄女逃走了？我哪有啊？我是不是每次都回来了？是不是？我每次都回来、欸，放不下你们哎、欸，对不对？你好意思？聊天室不能这样哎、欸，笑死！阿嬤我又来了。将的兄弟，这站就是母的念，那个聊天顶的传奇。哎，不是 Part Two 吗？阿嬤，那个聊天顶的传奇 Part Two。这个民国二年，也大事。重复了，还没写好是不是？哎呦，十点多了，好了，今天早点休息吧，头还是不太舒服，今天有点头晕啊。好了，先这样吧，各位，明天见了啊，明天我们再继续玩。好玩啊，这游戏好玩。